秘鲁北部城市塔拉波托26号举行一场2013同志变装选美大赛。不过在比赛进行当中，有佳丽却因为评委搞错冠军的名字而心生妒忌，结果一场比美大赛变成一场比武大战。披肩的秀发，曼妙的身姿，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一个转身，参赛的佳丽都散发着妩媚迷人的气质。这是在秘鲁塔拉波托举行的2013选美大赛，不过参赛的佳丽实际上都是纯爷们儿，爷们儿骨子里当然流淌着爷们儿般的霸气，这一点就体现在当评委因失误搞错冠军名字时，位居亚军的佳丽因不满头戴皇冠的新生代得主，两人竟然当场互殴起来。你一拳我一脚，假发横飞，撕扯倒地，现场一片混乱。选美大赛俨然变成了一场比武大赛，多名身材威猛的安保人员几经努力，好不容易才将两人拉开，平息了这场斗殴场面。冯氏，走不到。